这个豆芽咱们提前洗过的，因为要焯水，所以我就懒得洗了，不洗了。对。这次做毛血旺，毛血旺的鳝鱼什么都处理完了，这个粉丝放了好多。来一块火锅底料。自制火锅底料。花椒、葱姜蒜、火锅料、来一点点豆瓣酱，小火给它炒香，放点盐，香油往里面放，瓶子里面装的是花椒，经常看我们的新人你们知道花椒，那是花椒，对，嫂子欢迎你。毛血旺的豆芽超级好吃。先熬一下这个汤啊，兄弟们。粑粑，对他们这边满面食都叫做粑粑。好，像鳝鱼咱们也放进去啊。对，把鳝鱼跟鸭血一起煮一下。水煮鱼，水煮鱼或者这个水煮鱼或者这个毛血旺这里边放一些芹菜的话，它炖出来的味道又不一样。好。然后这时候放火腿，把火腿的味道给炖出去。火腿给我留点，我说火留着，我吃点东西。以后再给他来点油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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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蒜末、干辣椒，先来一点点小葱。